现在年月听得到。刚刚打赖你听不到。对呀，刚刚把那个那个韩剧什么，好像是什么世界末日的一个韩剧，叫英文叫 Goodbye Earth，就是再见地球的意思。然后看预告好像挺不错的，刚刚很辛苦的把它看完。完全不知哦，道，他看得很便秘，就是说，就是会觉得他们每一个人想要哭的那个点，那个抓不到啊，抓不到那个点，就搞不懂为什么那个情绪就是想哭，他们想哭，那哭的那个点是在哪？那个哭点在哪？对呀，完全 get 不到那个 point。啊，这个终于看到最后一集了啊，很辛苦，很便秘的把它看完了。对啊，然后那个结局也是啊，傻眼，真是傻眼。对，你有看电影解说吗？中文名没好有，像叫什么《末日愚者》还是什么的。那个解说没看过，解说没看过，对，那韩国片拍太多了啊，什么影集、电影哦，韩国最近拍那么多，超多。对。然后 Netflix 是你如果喜欢看什么，他就会丢更多那些给你看的。对呀，哎呀。那你刚刚在干嘛？一直在刚刚就整理通跟话。老婆，跟老婆讲电话啦。讲电话，他今天上班他今天上班啊，啊？就哦，听他抱怨公司啦。抱怨公司，有什么好抱怨？很多啊，公司规定打单要输入格号啊。要一切照规矩来啊！你这样全部照规矩来，动作就会变慢啊，赚不到钱啊。那为什么公司要你们照规矩来呢？因为主管做有要求啊。什么？老板的要求啊？就停车管理处的要求停车管理处的要求。啊，对，因为他们是公家单位，民众会申诉啊，然后我们是外包的啊，就会被电了。被电了。跟我们药厂一样哦。那个药品管理局叫 FDA 哦，那 FDA 常常有时候过来检查也是，我们也是这里不合格，那里要改啊。那我们的那个 SOP 就常常改哦，对啊。然后就规定很细啊，他规定很细，就是你动作变多了，开单时间拉久了，你赚的点数就会变少了。是，唉，算一了，台车花8秒钟跟花15秒，一查整看。天就差很多时间了。哦，所以你们多的那个动作就是会影响你们的速度的。被影响到啊！
哎呦，那、啊、你明天要上班哦？对啊，先洗洗碗啊，把那个，明天是吃蛋沙拉，所以起来再煮鸡蛋。啊，其他同事都吃公司哦。公司有时候他们如果懒得出去买的话，就是吃公司的。公司有沙拉霸，有煎汉堡、煎热狗，有时候有烤披萨。他每个星期四有墨西哥脆饼，然后也有三明治，还有饼干，然后饮料、汽水啊之类的，对啊。那都是自费，公司没有补助。哎，哪有什么补助？公司那个是外包的，因为公司，对啊，药厂是外包，不知道什么公司过来做，对啊。他们也是要赚钱啊。有时候像那个，药厂的那个便利商店那些零食卖的比沃尔玛还贵。后来我们想想也对啦，你如果自己不去沃尔玛买，公司也是要叫货公司送过来，当然他们也是要赚一些抽成哦。对啊。很久以前的疫情刚开始的时候，曾经公司是有发过像是美国政府这种补助一样，美国政府补助就是发钱嘛，发钱给美国政府人民啊。然后那个药厂呢，就好像也是感觉说，他们药厂是有照顾到员工啊，所以那个他们的饭厅是有供应啊，每个人每一餐有8块钱可以用，对啊，就你到公司，我大概吃了多久啊？很久了，应该有吃半年了，对啊，就8块钱，有点个饼干，点个主餐。就是汉堡，然后再拿一瓶饮料，这样子，8块钱。不吃白不吃，我也是那段时间把身体吃坏了，每天就是拿一瓶能量饮料，这样，然后汉堡啦，炸薯条啦，药厂就是那些垃圾食物咯，也是有沙拉啦，有沙拉霸啦，我从来没拿过沙拉霸。他老婆，那段时间呢是很多人隔离在家，就是像老婆也是算是那种隔离人员啊，就是那时候什么高危险群哦，那时候隔离人员是可以分老人家啊，超过不知道几岁，超过60岁的啊，然后还有重症，也不是说重症啊，就是像老伯是什么气管啊，气管病啊，或者是孕妇啦，哇，那时候也是差不多超过半年以上，他们都那时候疫情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可以躲在家里面的。啊，那时候我每次回来，老婆就是要我在车库把所有的衣服啊、裤子啊用酒精消毒了之类的。对啊，那时候疫情最猛的时候。对，对啊，那时候老婆好像也是，因为以前药厂工作让她很累嘛，就是整个身体
有史以来最瘦的时候，瘦到脸都凹凹下去，很辛苦啊，被衰人欺负啊。然后对。后来疫情一开始一爆发，那段时间他在家休养，身体总算是调养过来了。然后他也是在疫情那段时间赶快申请其他部门的工作，对啊，就离开那个地狱啊，地狱部门。哇，那些衰人有够衰的。叫我老婆工作，同一个无菌室做了不7、8个月哦。对啊，都不轮流哦。对啊，因为那个无菌室是最辛苦的，最麻烦的，而且通常是2个人才能做那个无菌室，他叫老婆一个人做。哎，那时候回到家，老婆都还会哭了。所以美不国还会是，啊，有人的地方就会有搞小团体啊。对啊，那小团体是根本就种族歧视啊！那么你去跟人事部申诉都没用。对啊，甚至还有说，有一个叫豆豆女的，哦，给她外号叫豆豆女，因为她长得豆豆。那好像背后还有靠山呢。我讲这些事要小心。有一些会听中文的。那你呢？今天有没有什么放假的计划啊？放假计划就洗衣服啊。哦，衣服也是刚刚洗完。7月底，现在已经5月初了，很快了，差不多3个月。然后那个我们准备要买那个小的上飞机的行李啊，因为那个我们要从就是之前前半段时间是跟伟丽妈跟伟丽妹妹一家人，然后只有那个2件大行李是要留在那边暂时寄放，在东京那边寄放，然后之后嘞，从东京到北海道，另外一部分是跟那个伟丽的好姊妹啊，米秀跟那个 Annie，啊米秀她先生。米秀跟先生好像会先去北海道玩，先玩，对啊。然后他们就在日本北海道等我们啊。然后东京到北海道是，那提醒我们是国内航班。如果是国内航班的话，我们2件大行李就是要留在东京，然后东京到北海道坐国内航班就是带小行李上飞机的，因为到北海道好像只有留3个晚上，好像只留3个晚上，对啊，然后都是找有那个温泉的旅馆的，对啊，这次我们去北投啊，也是有想要泡温泉旅馆。你跟子琳会不会想要泡温泉旅馆？温泉旅馆不会啊，大部分就是
温泉会馆泡一泡就好啦，又不会住宿啦。温泉会馆。哦，就泡泡就离开了。对呀、啊。这个星期日会下雨，所以我们那个亚马逊就不送星期日了，送星期六。哦，那今天送，昨天送那个亚马逊，很轻松，呵呵，一个半小时。是到一个叫英美的小镇，然后刚开始一看，哎呀，那不是送镇内，是送镇外，然后感觉好像要开很远的地方，对吧？一看，哦，英美还好，对啊，现在都不敢接4个小时的班，4个小时是比较多钱，66元，然后因为4个小时的班怕。他们都会叫我们送那种超级远啊，然后乡村啊那种路，很难走，很难开。对呀。昨天老婆给我看那个采访，那个香港那个阿伯，76岁，那他旁边那个中国大陆那个女人就46岁，一直抱着抓着他的手，一直跟帮他讲话，一直在抢着他讲话，呵呵，就抢着说啊，那些儿女有多衰啊，讲粗口啊，啊。我哪有要骗他的钱啊？他就笑了一下。对呀、啊，然后有主播就一直重复那个他在笑的那个声音的。对呀、哦。听那个香港阿伯是很生气的，对，是很生气。那些子女也是为了要保护他们爸爸。你钱如果至少儿女拿了还会还你，啊，你要是被那中国大陆那女人一骗走，什么都没了，对啊。对呀、啊，那变成合法的诈骗了。对呀、啊。是有在差哎、欸，那个400多万港币有可能也是他前阿北的前妻去世9年了嘛，应该当然不可能只是他一个人赚啊。就是应该也是，他前妻勤俭持家咯，对啊，因为他们就采访他的时候，他们是住那个香港公屋嘛，那香港公屋都是一些比较没有钱的人住的，对啊，就你就是要有那个条件才申请得到香港公屋。对啊，就一个月好像只要个1500港币啊，相当于就是免费的。
啊，你还没有申请那个 Uber？还没。整天做开单的应该也累了，对啊，那 Uber 还要出去开，应该也是会很烦。就好像我同事都说，干嘛去送亚马逊？干嘛去送外卖？外卖 DoorDash？你来药厂加班不是好吗？药厂赚的会比他们少吗？对啊，药厂是加班是赚比较多，但是就是很烦哦，就不想要再做药，就是已经像上个星期连续做3天，啊，1天12小时，3天就36小时，就已经很腻了。对啊，签不完的 paperwork，哦，签不完的，写不完的 paperwork 啦，那个我，那个。那个文件，然后还有，清洁要清洁一大堆资料做对，那就又要清洁做清洁，因为现在刚关厂完了嘛，对啊，他现在所有生产线都准备开始运作了，哇，清不完的东西。还搞到没休息嘞！我靠！不然会工作倦怠呀、啊。所以其实也是很佩服那些做主管或做经理的，对啊，因为他们就是如果录用那些。主管级人物啊，通常都是很爱做事，很爱做事的，就是很有责任心。然后每次交接的时候都是最早到，然后很多问题愿意主动去处理帮忙。对啊，主管每年也是会，就是向员工问话，就是说。就是你未来有什么计划？会不会想要往上爬、往上升？对啊，如果这样的话，就包就是安排我训练，看是做那种训练员呢，就英文叫 trainer 哦，就是训练别人的，或者是去别的部门 cross training 就是交叉训练了，对啊。就是一边做生产线，一边做那个制药、那个设备准备部门的，对啊，就是两边都要训练，就更多工作啦，更多工作量啊。但是有牺牲有付出，就是以后在你的那个员工履历啊，那个 resume，就是可以写得很漂亮，就是哦，我是什么。trainer 啊，训练员，哦，啊，我是在哪些部门做过啊？我还甚至有做过拜高利，拜高利就是帮助组长不在的时候可以做第二个 in charge 的人，对啊。也不是说像我们这种，外国移民的就没有这个兴趣，是有一些那种墨西哥人呐、菲律宾人呐、他们也是有想要做领导阶层的，对啊，只是你要带领这些这些美国人，尤其美国白人，他们是。想要带领他们，就是要承受他们这些坏脾气、坏性格。对啊，那有时候我也是想说，有朝一日我也能够做管理者。先把我这万用练好再说。
对啊，他们因为我毕竟也是做了6年多嘛，有一次我以前那个组长，就是有尝试叫我去做交接的工作，就是晚班交接给白班，然后后来我那个烂英文，我说啊，yes 啊，last 啊，doing that doing。对啦，对 this，对啦，对，他说：“哎，他妈，你这个英文给我下来吧！” 然后心里头暗自发誓啊，有一天我一定要成功。哎，那以前在厨房做学徒啊，打火头啊，就是感。我就感觉说，有一天我也可以能够做师傅啊，对，来美国20年了，周老板是曾经让我有过那个机会的，我离开了那么多年了，他还是有回来，就关心我现在药厂工作做得怎么样，他是想说叫我回去做店长。完成我这个梦想，去做一个店的管理员。但是老婆是觉得我有那本事吗？对啊，以前发生那些事情都不是不知道，就是因为那些鸟事啊，所以才会离开银票高等啊。对啊，还想要回去管那些墨西哥人，或者是什么？店长、老板那些臭脾气、精神病个性，哎，我也不知道那像你说的，他要钱去做投资，不管是做房地产还是股票，辛辛苦苦存一辈子，顶多是存个几百万。想要去做那你个，需要慢慢赚会比较快啊，有些就是存了一点，然后为了想要多赚一点，投资报酬率，结果就被诈骗的骗了啊。对啊，会被诈骗，就贪心啊。对啊，老婆最近在那个脸书粉丝团，有个是台湾人在美国还是在什么达拉斯，就反正一个粉丝团也是姐妹姐妹啊，台湾姐妹，然后就是说她就被诈骗，说什么你待在家里轻轻松松就有钱做网络工作就有钱，然后结果那是诈骗。基本上呢，看你知道是诈骗了，哪有那么好的事啊？那大家都想要在家工作，在家轻轻松松，然后就有钱进来，谁不想啊？对不对？哪有那么对好啊，的就事是不用做，你给我钱就好了。对啊。那个大同也是看，你也开始在想要做 YouTube 频道，哇，开始在过杠杆人生了。那时候我是第一次听他讲这个词汇，杠杆人生。他就说斜杠青年啊，就是做很多兼差啊，为了赚钱啊。对啊，到时候我可能会申请一个那个账号，Google 的账号再开一个频道出来，就认真经营，对啊，就传正常的影片上去的，对啊。
要想想题材，还要剪接，也是要花很多时间精神。我也是在想有没有什么轻松的，那就好像你那个金牌讲师，做个流浪汉，都可以赚钱。那个不持久啊，三个月就没有观看量了。那至少订阅在那边啦，对。之后就是看他怎么经营呢、啊？对啊。反正我是在黑色星期五大特价，那个跟老婆提议，我需要一个随身硬碟，随身碟，就是它大概是像我手掌一样大小。然后之前买了两三个，都是一 T 500G 一 TB， 那最后一个终于买到最大的2TB 了，然后呢就装了我所大概所有的，几乎我所有的影片哦，对了，有些重复啊，有些有字幕编辑好的，大概是1.多TB 了，对啊，全部的影片，对啊，因为想说这些电子产品谁知道3-5年就坏掉了，对啊，赶快随身摆在身上，有想要记录就赶快发上去，对啊。哦，就是去日本跟台湾应该是剩下大概800-900GB 吧，应该是够了，对，应该是够了。去日本盘了硬碟，可以直接接手机了。哎，直接接手机，速度很快。大概那个黑色星期五特价，100多吧。对啊，现在随身硬碟也是很便宜的。好了，碗洗好了，然后再来倒我的猫砂。先去沃尔玛买猫砂回来。哎呀，猫砂盆2大盆，满满的噗噗大便跟尿尿，不倒不行。然后那个中央空调暖气控制器换了电池，又复活了。然后老婆一回到家冷死了，对吧？暖气一开，哇，热到醒来，然后哇，看好热。然后窗户又全部开起来，那你们台湾人有没有开什么电暖炉啊之类的，还电热毯？有啊，电热毯啊，要用啊，天气冷还是要用啊。哦。最近装了2个，又之前有装过推塔，后来给马斯克改名叫 X， 就是反正黑色 X， 然后另外一个叫 Snapchat， 一个黄色的像企鹅的东西，好像这两个也是上传视频也是可以收钱，
然后那这两个下载我都不知道怎么上传，哎。都还要研究。对啊，因为之前我工药厂的一个工作同事，啊，我都叫他黑社会，因为他以前是有，也算是小混混啊，啊，也是一大堆玩枪啊什么的。然后那时候他因为讨论枪的事情被开除，对啊，就是他后来转了部门。他就讲说啊，他以前有中枪过，然后就讲一些枪的事情，然后有个老太婆就害怕，跑去人事部检举他，然后人事部就把他当作是危险人物，立马开除了。对啊，呵呵，好惨。对啊，他那时候才刚成为正式员工的，然后那时候那个黑社会啊，他有秀给我看以前他那个什么，那个什么赚钱的，网路玩游戏直播赚钱的一个那个支票哦，给我看。没声音了。喂，有听到吗？有啊有啊，你那有声音吗？喂喂喂喂喂，有听到吗？干嘛？那边没声音，断掉。没声音？对，是。哦，刚刚都听得到啊，还是我放到裤子里面压到了什么？压到了麦克风按钮之类的。最近网络也不是很好。妈妈是说，就是家人的这种录音啊，只要老妈听，或者是最多指定阿伟听。他说不要传给其他人，他可能也是指大舅小舅吧，对吧？哎，那边鸟叫那么大声、哦？对呀、啊，我现在在外面丢垃圾啊，我还丢猫砂了。三更半夜，现在是几点？四五点，天都还没亮。这些早起的鸟儿有虫吃啊。对啊。那你家屋子隔音还蛮厉害的啊，没？在屋子里面都不会听到。对啊，换新窗户啊，对啊。哎，老婆又把窗户打开来了，然后又看到我家那只小虎坐在窗户那边，那妹妹也在看。他们很喜欢听这些鸟叫声啊，外面的新鲜空气啊之类的，对啊。猫砂每天倒一倒。
哦，甚至那个后面刹车灯里面的塑胶卡榫断掉之后，现在就是靠着螺丝钉固定着。那我现在脑筋也越来越不好，上次老婆说要吃达美乐披萨，啊，有时候我也是不想要让她觉得，我什么事都要麻烦她，要她做。像例如说，叫给我主管用我最近那个上班的卡，换新的照片嘛，所以是一张新卡，啊，所以说打卡机会读不到我。我刷卡的记录，所以我就是要打讯息，就跟我那个主管说啊，我是几点上班啊，我是几点下班，然后打过去啊。像这种简单的英文，我都是就叫老婆，哎，老婆帮我打一下。那老婆就那么多人在公司看，你不要，你很丢脸啊，这行为。啊，把手机给我打，你自己不会打。对啊，我当然会啦 ，Google 一下啊，那么简单。对啊，那所以后来我就是，想说，哎呀，我不要老是让老婆丢脸啊，我要学习自己处理啊，不然都是她在处理。然后那一次达美乐披萨，我就是登录嘛，哦，我明明有记录登录账号跟密码。记录在我手机，但是就是它一直显示是密码错误，哦，也是很烦。然后你没有办法登录，你就不是会员资料嘛，哈、哦，那是没差啦，只是付款的时候你要再输入一次信用卡号，哦，就是信用卡的那一长牌号码跟过期日几月几号，然后还有三个号码，就是信用卡三个号码，就我觉得真的是很荒唐。基本上你有这些资料，你就可以刷卡了。哦、好了，那我那些就是输入好进去之后按结账，然后我就按继续下个钮，然后就发现，哎，原本老婆点的那个烤三文鱼20几块，啊，怎么变成40几块？难不成点了两份吗？然后我就跟老婆说，不知道怎么搞，我按继续，它居然变成40几块。然后呢，因为刚刚是老婆点的菜，哦，是 Applebee 啦，不是达美乐，是。然后老婆说，啊，你都不会按乱按，你看人家40几块有没有又收钱啊？你怎么都不会用啊？我说有，我有尝试登录啊，但是他一直说我密码错误啊。然后老婆第一件事就赶快开她手机的那个信用卡的 app， 哦，就是赶快看是不是已经收了40几块，因为她只点一个仓啊。然后我们那个银行速度是 app 速度是很快，你一刷卡，她的 app 就会马上显示刷了多少，哦，然后再看，嗯，还好没有收款，然后老婆就提醒我，待会去 LBB 拿三文鱼的时候，如果他拿两份给我的话，就说，哎，我只有点一份啊，这样，对啊，哦，所以有的时候，哎呀，我也不知道，我因为像例如说处理日本买机票订旅馆。哦，订车票，哦，还有日本温泉旅馆，对啊，都是老婆在用，然后就看他把那个名单给我看，他全部都处理好了，对啊，哎呀，真有时候也是很佩服老婆，对啊，我以前都很少处理这些事情。对呀，啊，要跟着进步了，就像老妈那个年代的人不会用电脑一样。对呀，啊，
现在都是要用手机操作。对啊，连吃个饭你不会用都那个没办法吃了。对啊。因为我呢，这两只猫很奇怪，每次我把整个猫砂盆拿去倒猫砂的时候，它们都很喜欢赶快跑进来用旧的猫砂。对啊，因为我的猫砂盆呢是里面是一个猫砂盆啊，就是简单的一个滤盆啊，跟底下一个盛装的盆，就是要滤的时候，要倒的时候就把滤盆一往上拉，所有的沙就往下流，然后只滤住那个大便跟尿尿。对啊，尿块。然后呢，但是他们会抓猫砂抓的啪啪啪的嘛，刚开始我靠的嘛，搞得整个都是猫砂的嘛，到处飞，到处喷了，我靠，喷的整个屋子都是，整个房间都是。对啊，然后我就要想办法用个猫砂屋出来啊。猫砂屋就是去沃尔玛买一个更大的塑胶箱啊，我买两个很大的塑胶箱，大概那塑胶箱的大小是老婆是可以进去泡澡的那种，大概是像小浴缸那么大小，买两个。对啊，猫砂盆就放。可以放在那个塑胶箱里面，对啊。然后他们不管怎么挖，那个猫砂就喷不出来啦。然后，但是太大了，大哦，怎么不大啊？那两个像浴缸一样大小的猫砂盆、猫砂屋哦，我是放在。哎，那小狐又跑进去。他每次看我倒猫砂，他就想要去用旧的猫砂。那什么叫旧的猫砂啊？旧的猫砂就是他们在猫砂盆里面就抓抓抓，喷喷喷，然后那些沙都直接掉到那个猫砂屋里面啊。所以我猫砂盆拿出去倒的时候，他们就赶快跑进去，用那个猫砂屋里面的那个猫砂去大小便。所以我每次回来，他们每次都是要抓准这个机会，就是我在倒的时候，好，然后他们就冲进去用那个猫砂屋里面的猫砂大小便。你拿妈嘞！哎呀，对啊，好。搞不懂。这个时间我是可以把露营车开出去热一下子。但是呢，因为前两天有下雨，后面的那个地油都泥巴，因为积水汤，然后那个压过去的草都变成没有草，那没有草嘞，一下雨就变成泥巴，然后那露营车车轮一压过去，全部都是挖泥巴，我有一次很惨。那个露营车太重了，卡在泥巴里面出不来。对啊，就在屋子旁边。然后后来我就是用碎石啊，哦，我是看 YouTube 影片，就铺碎石，哦，跟水泥粉，就是碎石铺下去，就是它挖的泥巴洞，哦，就是那个洞，一个洞，
然后就铺碎石，然后再加水泥粉。然后我是不洒水的啦，就反正下雨会自然会有水进去啦，哦。然后上面就铺地毯，那基本上碎石加水泥，它就变成一个很硬的，像是水泥地啦，算是很硬的东西在那上面，然后就至少那个洞就变成一块小水泥块在上面，对啊。对啊，然后那个木买了4根大木柱，就是到时候是打算自己做车棚了，对啊，在沃尔玛买了一个那个遮阳布那遮阳布有点像是那游乐园那种。可以遮住整个2台汽车的大小啊，因为我那个露营车跟卡车一样长嘛，对啊，然后我就用4根木柱，就是打算4个轮胎是之前的那个旧轮胎，加石头加水泥，把木柱插进去，然后就那个很大的遮阳棚，就用那个铁线把它遮阳棚勾住，对啊，就变成一个很大的遮阳棚，便宜啦！遮阳布1块60-70，4根木柱100多，到时候再买几包石头、几包水泥，2-300搞定啦。对啊，不然那个上次我请那个工人来报价，他说哦，你要盖个。露营车的铁棚，加上碎石道，就是他打算后面全部铺碎石，他给我报价8000，我说8000，你哪妈的8000我可以，哇，以前8000可以有一个车库哦，你知道吗？哇，铁车棚那么贵，当然是加石头车道了，他说现在成本都翻倍啊。工钱也翻倍啊，对啊，那我自己搞就好啦，我自己搞800块都不用，对啊，当然是很简陋了。那遮阳布，那强风一吹，大概就破了，对啊。我之前就是亚马逊买了一个塑胶车棚，就是它是铁架，那铁架还在我侧院，塑胶车棚。然后那个也是遮阳布，也是很耐的那种，但是用了2-3年就破掉了，因为毕竟那风力实在是太强了。对啊，那个塑胶棚就一直被吹，一直被吹，吹个2-3年就开始撕裂了。对啊，妈是一直跟我说，就钱不要省，要。给露营车用车棚就要用，不然风吹日晒雨打那个车顶。我有一次看那个车顶是，它那车顶有点像是阿鲁米啊，我觉得很特别，因为一般美国露营车上面都是那种玻璃纤维啊，玻璃纤维的车顶，然后我上面那个是。阿鲁米还是什么铝，还是铝？对啊，哎，不知道。咦，奇怪，怎么那边弄了一些猫砂出来？把它吸一下。老婆，你那个吸尘器在这边哈。就直接压就好。
刚刚不知道是谁把刀插进去了。好，不过你们把窗户稍微开一点嘛。对啊。好了，猫砂倒完。哦，好。那边应该5、6点，算是晚，下午6点。你都几点吃晚餐？对嗯。啊，吃晚餐有上班的话，也是看饿不饿啦。饿的话就早点吃啊，6点了。啊，不饿就下班再吃啊。哦，那你休假了？休假就想吃就吃了，想吃就啊，吃。懒得出门就煮泡面啦。你都吃什么泡面？有红烧牛肉啊，红烧牛肉，红烧牛肉没牛肉。你就可以自己加贡丸啊，加火锅料啊。哎，以前你也做过加工食品啊，那你不怕吃那些加工食品？会啊，会怕，因为那个鱼板比较少吃哦，鱼板不好。啊。对啊，鱼板大部分根本就没鱼啊，都没是面粉那些啊。面粉，那对鱼的啊，味道面是？粉加调味料。哦，所以鱼板是面粉加调味料。吃起来对 Q，啊。吃起来 QQ 的。对啊，那个都是味精啊，还有那个化学材料啦。啊，贡丸火锅料，火锅料也都是化工的啦。啊，贡丸就还好了。公馆就还好，毕竟它有肉的成分。对呀，公馆也是有加什么面粉哦。啊，有啊，有加面粉啊，也是有加面粉。对呀，衣服烘好了，那你们衣服也是用晒的？用晒的啊，哦，是有阳台那些是不是？对呀，有阳台呀。哎，你像你赖呀，啊，你都不会有。给什么小倩啊、小杰啊、小凤啊讯息啊？不会，不会，没什么交集。
对啊。他老妈就是每天给他个老人读的。哦，对啊。那子琳呢？子琳他有没有也是每天给他妈妈、爸爸一些讯息啊？每天问安呐、是没有每天的、啊。那你岳父岳母最近好不好？那两个都没有上班呐、啊。退休了。对呀、啊，那个阿公阿嬷都过世了、啊，那个大家有继承遗产啊。是哦，大甲是在哪里？大家在乡下，那算是有钱吗？台中镇。有钱没工作也是会花完啊，哦，一些房地产、田地那个卖也没钱田地，那卖有个几百万。哦，是没有卖，是不是？对啊，那个祖产，家里家族也不会让他卖家族哦，是整个家族啊。他还有弟弟啊。哦。哦，干嘛不卖啊？回去种田了。你有个田，那么好像可以领那个农保啊。农保。对啊，一般劳工是劳保，他们种田的就可以领农保啊，一个月也是五六千哦，好像也不错哦。啊。对。等我一下啊。那、你每天还是有刮胡子吗？没有，长长一点才会刮。长一点，那、你也是用刮胡机的。对。那你买的那些股票，就是没事就是上去看一看，然后也是。也是看一下那个分析股票的文章呢、对啊，听 podcast 啦，Podcast 拿就文是章看一看啊。Podcast 就是有关于讲股票的呢。对啊，也有听故事的啊，讲一些历史故事的。历史故事，对啊，比如说《三国志》啊，《大明王朝》啦。
三国志，三国志应该是虚构的吧？虚构是三国演义。哦，三国演义是虚构。对。哦，上班前都是要刮胡子，因为你不刮胡子，去无菌，就进去药厂要带那个胡碗，对哦，胡子的那个碗，你要碗包住你的头发，包住你的胡子，对哦。哎呀！哦，那个脸书讯息啊，每天 一大堆互订讯息啊，看都看不完，现在也懒得互订。那我看那个。我看那个什么，自己看，那个自己刷频道，时速一直在扣，我看我现在也不能看，自己看自己。对呀，公司也很聪明的。对啊，那个。他 YouTube 频道好像是抓到你，如果用人为方式增加你的订阅跟你的观看时数，他是不给通过的，对吧？对呀，因为他们接广告钱也是固定的。他们那个现在 YouTube 创造者，他们都要自己去找业配啊，自己找广告啊，会比等那个 YouTube 分红赚得多啦。是，那要有名气呀。对啊，所以他们都会冲订阅数啊。那你自己不会想说搞个频道？我就自己的账号把那个手机有拍影片啊，就把它上传啊，当做免费硬碟在用啊。那照片也都存哪边？都存脸书哦，它有限制那个容量吗？脸书是没限制的啊，但是上传脸书的那个档案大小是很小的那种，对啊。对啊，再找个照片可以放免费的，是吧？电脑还要分开储存的，除了手机硬碟、网路，因为有时候
手机硬碟也是会坏掉啊，网络也要存一点啊，不然坏掉照片就都没有。就要备份。哎，你之前不是买了很多硬碟都坏掉了？目前来是还是哦，最原始的那些都坏了，电脑硬碟都坏了，对。当垃圾丢了。那个都有时效性的啊，用个5年、10年都会坏掉啊。对啊，所以基本上，我一保存几十年的，把它洗照片洗出来了，没有了。照片会变旧啊，对啊，变色啊。就放硬碟那些就好了。你在整理仓库。对啊，他打过来，背包也够小的，要一直跑回去城镇，把东西丢到仓库。哼，那不是很麻烦？对呀、啊。看啊，他那个就像是每天抽乐咯。对啊，每次打宝。花了时间打宝，就是看打到什么东西哦。对啊。对啊，哎呀，游戏出很久啦，前面剧情打完之后，后面才开始打宝啊，我还在过剧情，还没到打宝阶段。哦，你打了多久了？应该有一个月，没有天天玩啊，休假啊，有时间才会玩。平常上下班，下班还要去那个健身房去运动、去洗澡，而根本就回来剩半个小时就要睡觉了，别碰我。所以就是只有休假时间嘛。对了，休假啊，或是提早上班啊，提早下班的时候。
白天你们等一下就要准备睡觉了。对啊，猫砂到了，明天煮鸡蛋用蛋沙拉。休息一下哦，衣服刚好了，那个折一下衣服。对啊，没事就早点睡的。对呀，在家就休假一下就过完了。哦，是的，天，我这个月休9天了。等一下应该就煮泡面吃吧。泡面吃多不是对身体不好？买了要吃掉啊，都是钱。对，买很多。好了，铺完，准备去梳洗一下。啊，我先去洗个澡了哈。OK，啊，待会再拜跟你拜。聊了。好，拜拜。